郡主的歉意大张旗鼓，但很可惜，这些书画只是摆设，非本王所好。至于书法练字，更是本王所厌恶。把东西全都退回去。摘星失礼在前，受责罚全都应当。只是博王殿下，无需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糟蹋摘星的心意。好，你的歉意本王接受。既然东西归我，那就任由我处置。